大家好，我是吴秋风，我今天要为大家带来《Long Dark》漫漫长夜。我今天，这风在吹，我今天肩负着我要下山的强烈使命。等一下，这里只有咖啡可以喝，是不是？好，我喝一杯咖啡。我们喝完一杯咖啡，就往那个货柜走。我吃的喝的都放在那里，把这些全部都给我捡起来，不要再放在地上了。我捡，全部捡起来，负重就过重了，有没有？我们跑步，我们今天要下山，我今天应该要回家了。我怎么在山上待了，又待了，多待了一晚呢？这不对啊，早就该回家啦。没事，为什么在山上待一晚？我应该拿着信号枪，对不对？我还没发过信号枪哎。等一下有狼来，有熊来的时候，我就 biang biang biang。没有啦 ，biang 一声就好了啦，不用需要 biang biang。biang 一声就好了吼，羊。哎，不是羊，对不起，鹿。我怎么了？我怎么会说羊？我是看了什么东西？看太多喜羊羊是不是？没有啦，我从来没看过喜羊羊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往这里走，先拿一点吃的。我刚才狂奔过来，因为我知道我喝了咖啡，就不要小气，有没有？就拼命的跑。那先拿一点吃的，勾勾勾勾勾勾，三十几耶！我还可以带这些东西耶，磨刀石，然后这个羽毛我也可以带，工具箱、绷带、第一，全部都可以带。清枪工具要带吗？不带了，清枪工具我就不带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我才可以快速的跑回家。先饮用，要吗？清枪工具要带吗？带一个，带两个。其实很多观众都跟我讲说啊，你这个不用带，那个不用带，都就是你不缺这个不缺那个，你都不用带。我在这边跟大家讲好了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其实我可以根本不用上山的。我上山是为了什么？这些我根本都不缺啊！我为了什么？对不对？啊，为了就是让你们看看山顶有什么。其实我什么都马不缺。哎呦，这里逆风我刚才装可怜装太久了，够了够了，往山顶往山下前进了啦，不用再装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要下山了啊！爬着我们的绳子啊，爬着我们的登山绳下山去了。哎咻！我今天背了三十几公斤而已，还没到四十，下山应该会很快吧？我今天就沿着河边走，我家就在河旁边、湖旁边，应该很快就到了。自己讲很快有没有？自己讲的都不准。哎，今天为什么要一个大逆风啊？我本来就走很慢了，今天还可以跑一下，你就得我带一个大逆风。那我带多少公斤有差吗？有差吗？各位，把这些带回去了啊？有差吗？我就带到重等于死，好不好？重到受不了。好了，重到受不了了，49.98，还有很多在山上。这个逆风，这个加上逆风，今天这么冷哦，-19°，我天哪，这太夸张了吧！我才出来没两下，我已经冻伤了，我老实讲，我有点惊讶，我不是才出来没多久吗？我是不是应该找一个山洞进去里面躲一下睡一下？怎么可以？我想说今天没有暴风雪啊，这也太冷了吧！96了，赶快！这附近哪里有啊？我沿着冰湖走，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山洞啊？什么？反正能睡的地方都好啊。
来一个好不好？这里我有来过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前面那里有红红的，那里是不是可以下去的地方？哎，对不起，我跑不动了。现在大逆风，我侧着身走会不会快一点？哎，感觉好像比较快哦。不是，这是因为下坡，所以我比较快。真的走不太动了。那不要树在树后面，这样树后面应该会比较暖和一点。等一下，我听到声音了，拿出我的信号枪。我今天要四打一颗信号枪的。那里红红的，我想去看一下那里为什么会红红的啊？为什么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先不要看红红的了，这里有山洞，赶快进去。哎，很冷哎，今天太冷了啦。虽然我的装备是被狼扑过没有错，可是你也不要这样子整我啊，啊，好不好？我很冷呐、啊，先进山洞里。这是什么山洞？不知道是什么洞，反正先进去再说。哎咻哎咻，哎，就叫山洞哎、欸。哎呦，可以进去哎、欸。这是哪里？啊，不管它是哪里了啦，我要先睡觉啦，看着这里，感觉比较亮。我管你是哪里，我先。把我的睡袋放置在哎、欸、这里，好了，先睡个两小时好不好？休息。哦，今天为什么会这么冷？等一下我不会一觉不醒？我在洞窟里没有一觉不醒的理由吧？嗯，好了，恢复好了。这里有11度，这里负5度而已，感觉在里面很好啊，很安全，很 peace 啊。就没有要死的感觉啊！先把饼干，等一下关我吃太多饼干了，我是口渴，我不是要吃饼干的。好，算了送给他了，继续离开山洞好不好？我现在连离开山洞都好久、哦，要爬出这个山洞都好久。我去看一下那个红红的是什么好不好？红红的，我们走。这个红红的让我有点惊讶了。我想说，哎、欸，怎么会有红红的？嗯，所以我想要过来看一下。红红，你在哪里？哦，引擎呢、欸？飞机引擎？这里我有来过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所以那个山洞我有走过吗？好了，没走过也就算了啦。引擎残骸，发现新地点。所以这里有箱子可以开，这个可以开吗？这是箱子吗？看一下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破片一个，就引擎一颗放在这里，然后什么都没有。没有，哎、欸欸，真的什么都没有哎、欸，这一颗引擎在这干嘛？你在这边干嘛的？现在又比较没这么冷啊，还可以再撑一下。你一颗引擎在这干嘛？没有箱子啊？啊，有来没来还不是一样？这里又可以放绳子哦！啊，我就没有绳子没。这一颗石头是不是可以放绳子？哎，不是，是前面那一颗。啊，也没有绳子。我刚才以为是这一颗，想说啊，没有绳子很难过。结果前面真的没有绳子，十分难过。有没有？要自己绑。啊，我没有绳子啦啊！看来要走回去另外一边河旁边，不可能啊！我记得我沿着河边走，有下过一条绳子，有没有？大概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第一次来灰狼山的时候，我走在河边有下绳子啊。那时候我还觉得我负重过重，然后不敢下绳子，怕绳子断掉。结果谁知道他负重过重，绳子不会断掉。
然后那时候我不敢下绳子嘛，大家还记不记得？详细请去看前面几集，第几集我也忘记了。这样还叫你们看？有知道的人可以留言在下面，好不好？你们看到的时候按个赞，他就会置顶。他不是置顶了，他就会在留言比较前面，大家就知道是哪一集了。详细就往下拉一下，大家看一下留言。好心的乌帕们，你们就留言说秋风哪一集有下那一条绳子，等一下我就去下，好不好？我记得那边就有绳子，秋风的记忆不会错的啦。我干嘛没事骗你们？我没事冒着生命危险骗你们干嘛？对不对？秋风不骗人呢。哎，等一下哦，那边有狼哦，我们可以试用一下信号枪咯，我还可以瞄准用诶。啊，狼来哦，扑过来让我用一下哦，看会不会怕，好不好？会怕就好。嗯，是不是在那边？那边是不是有我要下去的绳子？虽然说会怕就好啦，可是我没事干嘛招惹狼？等一下，听到什么木头的声音？这里我记得我来过啊，在下面那里一定有一条绳子。你看那里那个凸出来的石头有没有？这一块感觉就是说，哎、欸、嘿，我是石头，哎、欸、不是，我是石头，我有攀爬绳，请爬我。那个狼跑远了。哎、欸、等一下，现在要变冷了是不是？负三度，还好还好，而且现在好像比较顺风一点了，走得比较顺一点，有风在推我，再推一下，再推一下。哦，对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舒服，再推。哦，没错，对哦，没错，继续推。哦，推，是在这附近吧？那颗石头啊，感觉就是那颗了。啊，那里有绑一个绳子，有没有？有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绳子了。哎，爬不起来，这个下去就对了。下面不会有其他怪怪的生物吧？我不管了啦，我就是要下去了啦。而且我上一次还记得我是从这边直接跳下去的。下面没有怪怪的生物齁，我要攀爬爬绳哦。嗯，要下去了。哦咻啊咻啊咻啊咻！哎、欸，这几根绳子旁边都没有可以站的、欸，没有平台可以站，可能是不够长吧，所以不需要站平台。好了，我下来了。继续走在冰湖上，沿着冰湖回家去，相信就可以发现很不一样的世界，有吗？不会有不一样的世界啦，就是一样的东西呗，我就看过了没。沿着冰湖回家，现在有风在推我们，我们相信很快就可以回到家了，只要中途没有遇到什么阻碍。哎呦，远方有一只狼，那一只狼应该不会扑过来吧？我在上风处，上风处的气味会吹到下风处，所以有可能会闻到我的味道。不过我们也不要这么紧张，好不好？我们拿出我们的这个信号枪，先拿出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嘿，要来了吗？在哪里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发射？为什么没有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没有发射？我刚刚有按啊，我按左键呢、欸，我瞄准然后发射哎、欸，是我还没装子弹吗？我按。对不起各位，我是个白痴，好不好？秋风是个白痴，秋风是个大白痴。我就想说，我已经发射了，为什么没有反应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是一个超级大白痴啊。引用哦、啊，哎，等一下，又有人来了，又有人来了，又要来了，还扑小兔子。他扑死兔子了，哦，速度有够快，那我去吓他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还是要打出信号枪，好不好？我忘记装弹这回事了，我竟然
竟然连最基本的装弹都忘记了，我实在太白痴了。你得我走开，我要拿信号枪吓吓你。信号枪只有一发子弹呢，只能装填一发。哎，它是有流血的这只吗？你在吃？有有，它跑走了，它吓到了。我终于成功的发出一号信号弹了，成功发出来了。好了，割走了，40分钟拆解了，把你的肉都拆掉了。好了，拆走了，继续走了。等一下，先装弹。嘿，又有人要来了吗？这里好像比较多。哎呦，在我后面。会怕就好哦，会怕就好，你不要再过来了啦！等一下我就一枪打死你哦。喂，在哪里？呜呜呜！是不是我抢了你的食物，你不开心？哎，他真的不死心哎！啊，你这不死心什么啦？吼，逼的我要把你打死是不是？现在还可以，把狼皮刮走。打了就不要浪费，那个肠子内脏50分钟，50分钟会不会太久啊？还负三度而已，不管它了啦，都刮走，拆解。我真的很拼命的，我发现我真的太拼命了，零度了，再上升了。哦，太阳出来了，太阳出来了，开心了。还有边拆狼皮还边上升的嘞，还有5发可以打，发出去那个弧度、那个光，还蛮帅的。那我往天空打，会不会有人来救我？我不要妄想了，我刚才在思考，我刚才停顿几秒，不是在想什么，是想说，我怎么会白痴的想说，怎么会有人来救我？不可能的吗？我为什么会想这个？还想要有人来救我，我这是个白痴嘛？我今天愚蠢的事情，光那一发子弹就已经够蠢了，不要再蠢下去了，好不好？秋风就是这么蠢。那个狼狼呆跨民就哉，说多蠢有多蠢，竟然忘记上膛，哦。那个一定有人从我开始拿出这个信号枪的时候，就拼命的在念说：“秋风你没上膛，秋风你没上膛，秋风你没上膛，秋风你没上膛。”一直洗，一直洗，然后打完那一发，看到我被狼咬的时候，就一定很多人讲说：“你看我就说吧，你看我就说吧，你看我就说吧。”你看，我都猜到你们要讲什么了。你看，又被我猜中了。我都知道你们要讲什么，好不好？怎么样？我不知道说什么了，我们走回家了。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也还好了。不要讲这么夸张，反正我看到我家了。钓鱼冰棚是那一个，水晶湖是这一个，那一个是。那个就是什么狩猎者小屋是这个，我看到了，狼你不要过来哦，不要再过来了好不好？我看到了鹿在你后面，我提醒你去扑他，不是扑我，去扑鹿好不好？他过去了，他冲过去了，哇、哦，他冲得很快，鹿在跑了 ，Discovery 又上演了，这次虽然比较远，扑扑扑扑倒了，他扑倒了、欸。我先回家把东西放下，然后开枪把他打死，有没有？赶快赶快赶快，趁他还在大快朵颐的时候，赶快把东西抛下，快快让我快回去！哎，我又不吃他的肉，我也不急着。他的肉有很多吗？我现在衍生的肉都不想采了、欸。
因为我光吃那个飞机上的飞机餐都吃不完啦、啊。你看野战口粮这么多，要吃到什么时候才吃得完？一包可以吃好久，可以分三餐吃哎、欸。没关系，这是一个 Kimoji 的问题，我们要去打 Kimoji 的问题，有没有？鹿皮很珍贵啊，我们没有亲手打死鹿过哎、欸。没有用自己的双手打死鹿。哎，他还在吃，还在吃。登山者小屋，我们回来了。我们运了第一批，第一批回来了。这个熊皮还没干呢，竟然还没干。赶快到这里面，仓口，赶快把东西丢进去。我加盐饼干已经多到满出来了。我的天哪！这实在太夸张了，我还带了什么回来？这个啦，我为什么要带这些东西回来？我自己也不清楚。丢两根进去，磨刀石。我还带工具箱回来哦。哎，仓口放不下嘞。你跟我说这没问题吗？一个仓口物资还放不下哎，我只能把铁锤先暂时丢在这。放下，放下，先把这些垃圾先放下。我还有很多东西没放下哎、欸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。到底是什么东西在重啊？为什么还有37公斤？是咖啡太多杯吗？先把这个放下来啦，赶快先减轻我的重量。一定是这些。我带在身上的那些皮实在太多了。新鲜的放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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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部放下。干的不需要，放下，放下。我现在根本就懒得分类了，有没有？我刮太多，刮太多了。哦，28了，28了。好好好好好，快快快快快，把门关好。拿着我的枪，那个还在吃，还在吃，在吃嘛。我小心的靠近，匍匐前进。不需要这么紧张，好不好？我枪法还算 OK， 可以的。哎，好，还是蹲下来好了。我们慢慢铺，慢慢来，好不好？噔噔，看这是狩猎者的音乐。哇，他靠得很近哎，我们还听得到狼嚎哎。我们继续的往前，好不好？啊，继续的往前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他还在吃，还在吃，他还在吃，打中他的屁屁应该不会死吧？我们要瞄的就是头，去死啦！在吃嘛你啊，吃不会看一下我愿不愿意哦？我有说要等你吃吗？要吃之前问问你阿公，好不好？拆下来了。我问你阿公得不得你吃？再猜。我们现在要刮肉，要不要？我、好久没吃狼肉了。生吃狼肉？不要了，不要做这种事情，神经病才生吃狼肉。刮4公斤回去。哇！我干嘛没事吃狼肉？对啊，这是炫耀吧？把这些都刮回去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缺水了，我不能再做这些事哦。我喝一杯了，我不能做这些事哦。我要刮回去炫耀一下啦，不管啦，我就是要刮，好不好？5.5公斤刮回家，1小时50分钟。那这个嘞，55分钟，好。我们今天就出来刮刮肉，刮刮肉，刮刮肉，刮刮皮，有没有？赶快跑步回家，我还有很多资源放在山上，我还想去拿，好不好？我是爱惜资源的人。这个资源能不能移动到我欢乐谷的家？这样子我在欢乐谷的家，我可以宅着不出门，可以挑战多少天不出门，有没有？然后每天上线的时候，我就跟大家讲一个笑话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武秋风。然后为什么
为什么鸭子很怕冷？因为他喜欢说呱呱呱，有没有很冷？然后讲完这个笑话之后，我就休息睡觉，就休息睡觉，跟大家说声再见，有没有？道声晚安，然后就结束今天的实况，有没有很棒？哎、欸，油真的也不少哎、欸，我还有很多东西放不进去、欸，这个舱口太小了啦。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出来放的？把汽水拿出来放，把罐头不要，把这个工具箱拿出来放。还有什么东西要拿出来放的？这个绳子拿出来放，那个清枪工具拿出来放。啊，我东西太多了，放不下没。有所取舍啊，汽水还有一罐，等一下喝掉。哇，还有不同牌子的，不要这两罐留着好了。你看，光饼干就塞成这样，这个是有问题吗？有问题啊！这个放进去，干兔皮两个，干蓝皮三个，四个，干鹿皮一个，新鲜内脏没有，我现在缺的就是内脏。把这个老人须放进去，毛放进去，乌鸦的毛。好了好了，哦，有点暗了，有点暗了，我要把。肉，新鲜的肉，刚刚刮下来的，哎，不是这个，那就这个了。新鲜的肉，来，啾啾啾啾，啾啾啾啾啾啾啾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放外面不会坏掉的啦？满了啦，满了还很凶有没有？满了啦，怒！把开关去放外面呢，怒！这个放在外面不会坏吧？这些都放外面，工具都放外面的啦。怒啊！怎么这么多？太重了啦！把吃的放在里面。吃的，这个好，放进去。啾啾啾啾啾！哎，舱口有40公斤呢、欸，40公斤不够我们放，你们不觉得很夸张吗？好了好了，赶快把这个油灯烧一烧，浪费一点油好不好？消毒药水，等一下我要摆设一下。这个消毒药水放在这里好不好？放在这，放在这，一罐，让我摆设一下好不好？好了，我第一波摆完了，把我刚才丢在地上的摆完了。这个拿来放在地上，这个不需要，这个放在地上，放在这里。好，就放在这里。嘿，把毛巾拿下来放。你看，我把工具放在工具台上，感觉工具很多呢。全部放下。有些东西其实可以不要放在这的。有些东西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把猎刀全部放下了。这样我一个猎刀都没有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取消取消。我觉得我太冲动了。我要把我的那个啦。猎刀啊，看不到了啦，算了啦。工具箱放旁边好不好？不行不行不行，工具箱要放上面。我把多余的，我把每一个东西放在桌子上一个，然后把多余的放在抽屉里好了，这样比较说得过去。不要全部东西都放在桌子上，感觉怪怪的。我把这一罐也放在这里。哇哦，桌子看起来美轮美奂。可是之后重锤我应该会拿走啦，锯子我也要拿一个走啊，我不可能全部都放在这里。可以暂时放在这，因为我现在真的不会拿，好不好？暂时先放在这，这两个之后等之后会拿走，其他的都放在这里没关系，我不需要。很猖狂欸，还有这些堆在一起，真的没问题吗？不管他了啦，我看人家仓口。我还要把我东西抛下来啦，我东西很重欸，为什么可以重成这样？欸，我已经脱水了，我放东西放到脱水了，我神经病啊我！好像个神经病哦。我们先休息啊，嘿，洗面，睡一下，睡个5小时休息，睡饱5小时之后再起来去吃吃喝喝，我要吃吃喝喝，哇，4小时哦。
这天色还蛮亮的，今天还蛮明亮的。引用，哎，爽！我不要再喝了，我不要再喝了，我已经好几天没喝过白开水了吧？其实我昨天好像有喝 0.07 公升的白开水，近期内唯一喝的白开水就是那个吧。我要把我的这个再点燃一下。哎呦，我不是要拿新鲜的熊皮，我要点燃一下。我要把汽水放在这上面，做纪念的汽水，各留一罐下来了。这里的三大品牌就是这个了，颜色还很登对。哎，不能放在上面吗？我天哪，要放在这好了，在这跟你作伴，跟衣服作伴。我以为可以放在这平台上，哎，想不到不行，令人失望。啊，三大品牌，一二三，好，这样子放在这里，汽水放在外面应该不会坏吧？我管它会不会坏，我根本不 care， 我不在乎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睡觉了啦，喝一杯。看一下我箱子里面还有什么仓口，我是不是把汽水全部拿出来了，所以我已经没有水可以喝了。哎，真的耶！哎，还有一罐，居然还有一罐漏网之鱼，那把这一罐喝掉了。那我今天就不用烧水了，我本来想说可以先烧一点水，这样子可以，不知道，我不知道讲什么了，可以睡觉了，熄灭睡觉啦，睡过今晚。睡五小时休息。噔噔噔噔噔，他每次都要得有这种怪怪的音乐当结尾，莫名其妙。你们不觉得吗？你们应该常常在秋风的实况里面听到这个怪怪的 BGM， 对不对？结尾的时候，特别是结尾的时候。好了，我们的那个二手五金行也开卖了，有没有？二手五金行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集再会，拜拜。